前方东北的姑娘果，嘎嘎好吃这个。嗯，又脆又甜。很多汁的这种。因为它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之前也没有吃过，都是到了这个样品以后我才吃过，我觉得哇好好吃啊。这是我包出来的哈。你看可多汁的这种了。水分又大又脆又甜，它还不是齁甜的那种哈，就是正常的那种水果的甜度。这玩意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呀，真的好好吃啊！而且这个价格还挺便宜的，你们想尝试的可以试一下，真的好好吃啊！很清甜的那种果甜，咱吃的时候直接这样扯就行了，不用给它包出来，包出来还麻烦点啊。嗯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你看我吃了这么多个，还没有吃到酸的呢。你吃到酸的了吗？没有，每个都挺好，而且还不是那种就是甜的那种发酸的那种，就刚合适的甜。嗯，虽然小小一个，但是汁水真的很足，太好吃了。我在我们这边真的没有见过这个。除非你在网购，就市面上真的没有卖这个的，停不下来，嘎嘎好吃，嗯。